家好，现在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炫动八二九。欢迎使用，请插入卡片。这款机是由动画屏幕显示的。现在看一下这上面这款游戏什么内容。还有那加减法乘法口诀，韵母 a o e i u i。小写字母 A， 大写字母 B。他说这些学习内容，小写字母 B， 还有音乐欣赏，比如说小朋友学会了，大写字母 C， 那你可以使用一下音乐键，有好多种音乐可以听。现在看一下我们这台机器，这里有几个小按键，帮助复读学习，还有这个是可以调节音量大小。这样子转，这里还有个连读，现在给你演示一下。听说过三字经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。我们按下连读，约南北，它就会一直自动给你读下来，不用你去点，你去按一句。应乎中，约南北。学习内容分为唐诗、三字经、英文字母、英文单词、故事。内容很丰富，现在给你演示一下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英文字母。小朋友一起来学字母吧。图文并茂，很生动啊。A 教你怎么去写。这里还有个图案。Airplane 飞机。飞机就有飞机的图案显示出来。飞机配对的一个英文单词，卡片上这里还有音标，同步学。Airplane， 两面都欢迎使用，请插入卡片。小朋友一起来学字母吧。C，Car， 小汽车，小汽车。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还有什么小朋友按一按卡片中的单词，再跟着读一读吧。发音说 mouse m o u t h mouse 嘴巴。按键上你看学习跟测试，我们看一下是怎么用的。小朋友哪里是单词 hair？哪里是单词 hair？ 比如说答对了，你真是个小机灵。那浮图表示 mouse， 比如说你答错了呢，这个不对，再试试。那鼓励你再去尝试。答对了，你真是个小机灵。抢答又是怎么样呢？看一下，小朋友哪里是单词 mouse？ 你要在它限制时间里面把答案找出来就可以了。对了，就是它。现在跟你们讲一下，它这里面还有一张故事卡片，两面就有20个故事。你看，故事大王，小朋友，想听哪一个故事？选手们，我给你讲故事。一张卡片总有20个故事，它的学习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是一对好朋友。一天，狐狸邀请鹤到他家里去吃饭，鹤应邀去了狐狸的家。吃饭的时间到了，